薇薇，你跟他聊一会儿啊，我给你们弄点水果去。好，谢谢。 你看得懂吗？看不起谁呢？这怎么可能看不懂啊？你怎么又过来了？哦，我拜托林百惠搬到你们宿舍去了，她康复专业特别好，一定能帮到你忙。不需要。怎么啦？自闭啦？什么自闭？丢人的又不是你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丢人了，大家也不是对你有什么期待。 放心，你这人怎么还落井下石呢？我不去。起来，跟我回学校。不去。你起不起来？不起来，我拽你了。我不去。你给我起来！我说了，我不去。 你别瞎想！我什么都我瞎想了，你俩干嘛呢？玩什么？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薇薇，你先别走啊！我还有好玩的东西要给你看呢。